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大家好，你是无忧，长发无忧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再一次我们的旅程。我们之前把一楼做完了嘛，我们再去。然后呢？第三楼啦。再来有一个什么倾斜的跷跷板，你进来一点看不到你了，你跑出去。有没有看到？你要看你自己的在里面。我的镜头太小了，但是对，镜头太小。我以后赚多一点钱，买一个大镜头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而且我觉得两三天的洗礼，阿 U 从玩马里奥兄弟不会跳，有没有？到现在超会跳。我有是疯狂跳。疯狂跳！我才之前有一天我才玩到疯狂跳，跳到我快昏倒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跑！爸爸他跑不掉啦。拿着拿着拿着，哦哟，好重啊！假装。这是玩跷跷板的，就是要让它倾斜。我只看过。有东西。先拿这边高，然后拐过去。食人花。可以叫它四人花。四人花。因为它有四个。怕怕？你为什么要怕怕？爸爸什么意思？哎呦！哦，原来我知道了，大石头原来是好的啊！会帮我们是不是？对啊，他要帮我们先把这边起来。哎，这关很简单嘞，这关这样子就轻轻松松就要过关了，感觉。哎，拿着。哇，知道。喂。爸爸，他叫你下哎！他叫踩他，太轻了。哦。爸爸，你刚才太轻了。好多、哦。再一次用屁股坐。嘿。全部送上去。爸爸，应该过关了。爸爸。睡嘞。爸比。有。我有问题啊。好，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他的房子是那样啊？啊？那怎么会？这是从以前到现在，马里奥就是他的城堡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以前马里奥的房子不是另外一个种吗？我不记得马里奥的房子是这样。是吗？库巴的房子是那个那是其实就库巴的城堡，东莞可以了。哎，蓝色的一楼完成。然后去看有可以盖什么东西。马里奥先生终于完成了，这一次也很完美，满分100分中的100分。141号分吧，141号分。哇，二楼要1200块，没钱，对不起，那我只能去赚钱了。你才600多块而已。好，我们继续赚钱。这个是两个地下，两个一样的地下，地下了，就是相反的。来看一下哦，相反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闹事的土拨鼠。什么马蒂奥啊？怪怪的马蒂奥。哦，真难哦！你看他来了，踢他，扣扣。马蒂。有。那什么？他长那样的。爸爸，下面是什么？这样可以做得到吗？这样子有够难看的，你懂吗？对呀、啊。它连这什么东西？炸弹、啊？对啊，往上飞的炸弹。这是颠倒世界。我觉得是颠颠世界，我
有兴趣，那就变回真的世界了。没有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刚的那个。你早上相反的都要跳。是个花。火焰花。火焰马里奥。火焰马里奥可以打掉那个。可以踩，但是我可以打。就，这样子可以吃到金币。太多了啦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是要赚很多的金币，都拿很多钱。墙壁我在干嘛？爸爸，你过去吗？我以为是可以往上丢，这又不一样了。他是要这样子。爸爸，你想种的世界也可以啊，他也有种的世界啊。我这样看的眼睛好辛苦、啊。我眼睛超辛苦的、啊。我眼睛都看不见，跟跷跷板走了啦。那个跷跷板是有回事啊？跟跷跷板有没有回事？哇、哦，好难走。妈妈下面有吗？嗯。看得头好晕哦。过关。明明就是我。对啊，这是它是相反的世界，这对你来说应该就会比较难的，对不对？明明就是我的头。怎么了？还不够，继续赚钱。小心不要跌倒。我的头被会晕了。哦，来，是敌是友，碎碎龟的龟壳。碎碎龟不是马里奥赛球的那个碎碎龟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骷髅，像骷髅头的那个。碎碎龟的龟壳可以不怕岩浆，有没有？好像在泡三温暖一样。三温暖不行。你知道三温暖是什么吗？三温暖就是泡那个很热的热水啊。爸爸，你不要跑这么快啊！哎，去拿泡泡给阿妹喝喝。完蛋了。我不想进去，他突然跑掉了。好，谢谢你。继续泡三温暖。喂他喝，喂他喝，对。好棒。那你唱歌给他听看看，我过完这一关就换我去陪娜娜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他不是拿个乌龟壳吗？你拿我去拔没？哎呀，阿比。哎。弟弟。来来来，我来阿梅看爸爸。我们在这个温度刚好不会。你是在喷？在喷热水。啊，没啊，没在撒娇。哇，这什么啊？库巴。库。但是我从这边就过关了，呵呵。库巴人为什么不行在下面打？啊？库巴以前都是。这是很旧的马里奥，这可能一代吧，就是爸爸那个年纪的马里奥，所以说他就会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好啦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呦。我们这个先打到这边，我先哄一下阿妹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那我们先跟不要这样子，小力一点。对，那跟大家说拜拜，好不好？记得订阅。
阅、看不到你啦，阿仔，看不到你在这里，记得把广告看完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在看谁，我在看谁讲话，对，你在跟谁讲话，拜拜，拜拜。